是我刚才几个问题我已经在讲了，但是那是什么胶？是贴在凳子上的叫什么胶？是不干胶，又叫不干胶，那就好，我知道，我已经说了，我已经提过问题，四个问题，应该在下面。他跟他联系吗？是吧？联系这个东西，确认了以后呢？因为他这两个产品，一加 C 五是的。四个问题嘛，是吧？天平墙不会留痕迹是吧？你确定？他是建议我们用 KT 板，但是用 KT 板肯定 low 啊，我们肯定用一张，然后直接贴上去就好了。对，那么多啊？对。